我觉得吃喜欢的人剩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了，那肯定的。不，这个很难理解吗？这很好理解。天哪！天哪！不是吧？六个人一排坐这儿吗？好，坐边边上。往前。还要再往里一个。这是昨天的座位是吧？哦，哎呦，虽然每次都分开，但是杨硕晨跟曹烨永远是挨着的，就很奇怪，六个人一起出来，然后坐一排也不交流。噔，可咱们坐一排了，怎么吃啊？来，大家发下筷子，然后呢，我来端着，大家来夹。还有个酱呢。哦，酱。得叠上啊，对。哎呀。哎呦。哎呦。要不然你淋吧，我手抖。还是你聪明。哎。都没想到。他俩真的很自然。对。感觉像相处了很久。来，请。嗷嗷待哺。还吃吗？我不敢吃，因为它是海鲜馅的，我怕。你海鲜过敏啊？哦，我海鲜就盲盒式的过敏。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来，请。嗷嗷待哺。嗷嗷待哺。来，谢谢。这个垃圾，垃圾。那个垃圾，垃圾跟那个给我丢。挺细心哦，他很习惯照顾大家，愿意做事，服务型的。这个还有哦。你都吃了它吧，关上肺的都吃了吧。你不是爱吃。他认为吃喜欢的人的剩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这位男生是谁呢？因为我家就是主张勤俭节约、光盘行动，所以我觉得吃别人的剩饭还是蛮幸福的。哇！哎，我们可以合个影啊。好呀，好呀。你们两个凑，往这边坐过来吧。我在这边，坐近一点。自己找位置啊！一、二、三。还不错，帅的帅的，好看的好看的。杨硕晨他其实是在上一期扭蛋的时候，他有讲到说他觉得吃喜欢的人的剩饭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，大家能理解吗？我觉得很幸福呀。你觉得很幸福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很幸福，我只是没有这个机会啊。而且我觉得吃喜欢的人剩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了，那肯定的呀。你吃过吗？没有吃过的。你怎么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？不，这个很难理解吗？这很好理解。我理解不了，很难理解。那是个边界的问题，对吧？这是件特别亲密的我们的关系，也就是我是不排斥你的，所以广志很渴望能去吃别人的剩饭。你很渴望吗？渴望倒也没有了，老师，我是因为不渴望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